这是71岁的刘晓庆穿着短裙打羽毛球的照片，她的皮肤白皙紧致，脸上没有一丝皱纹，状态不输少女。她打羽毛球的动作娴熟敏捷，身轻如燕，一双大长腿格外吸睛，整个人的状态根本不像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，颜值和身材如同40岁的少妇一样。